我们在陆地上的警戒区域呢，在云林以南的地区已经开始脱离它的警戒的区域。未来风力比较紧、需要警戒的地方、比较大的地方呢，还是会出现在我们的东半部地区，那以及北部的新北还有基隆这些地方。灿树台风目前的位置呢，在宜兰的东南东方大约8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。那它的强度目前来看的话，还是一个中度台风。那暴风半径还是维持200的这样的大小。我们在陆地上的警戒区域呢，在云林以南的地区已经开始脱离它的警戒的区域。陆地上来讲哈，还有在海面上来说，现在还是要严加的戒备。今天的话，各地的风浪其实都是比较大的，那特别是比较接近台风中心的东半部地区呢，有可能出现6米以上的浪高。那台风中心附近，在比较接近台风中心的地方呢，还有可能更高。台风影响期间最大的风力呢，还是出现在兰屿，那阵风有高达17级以上。那另外比较强的阵风呢，还有彭佳屿，彭佳屿的最大阵风也有来到12级。未来风力比较紧、需要警戒的地方、比较大的地方呢，还是会出现在我们的东半部地区，那以及北部的新北还有基隆这些地方。那随着台风的逐渐的接近哦，未来呢，在宜兰还有新北的风力会逐渐的增强。在宜兰的部分呢，有可能风力呢会逐渐出现10到12级这样的比较强的阵风。那在新北的部分，新北主要是比较强的阵风会出现在基隆北海岸、东北角这些比较沿海的地方。那风最大的阵风有可能10到11级。另外，基隆呢也有可能出现9到10级的强阵风。比较大的雨势呢，现在看起来还是出现在台风的中心附近，它跟地形作用的影响哈，所以比较大的雨势呢，还是出现在我们的宜兰跟北部地区。那另外受到它外围环流跟地形的作用，可以看到中部的雨势也明显的开始增加。另外南部，特别是山区的部分呢，也是现在降雨越来越多的部分了。今天的降雨热区呢，主要在下午之后呢，会集中在宜兰北部地区、中部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哦。这种雨势其实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凌晨这样的情况，到了明天的凌晨之后，雨势才会逐渐的减小。